倒车。不知道坐哪儿啊？后边。五年前因为什么吊销驾照啊？酒驾。酒驾。我最讨厌那酒驾的啊！你啊，甭打算在我这。不，教练，不是，你听那胡说八道，我瞎说，那他喝多了。不是我喝多了。教练，别等他胡说八道，我现在开快车，开快车被吊销驾照。开快车一样也是我最讨厌的人啊！您定，你希望我是什么，我就是什么。把手松开行不行？我开了26年的车，别说是事故，就连那小小的剐蹭都没发生过。就凭我这人比较稳重啊，我最讨厌那说啊，没开几天车就觉得自己车技已经了不地了，就好像教练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他曾经是。轮到你说话了吗？你谁呀、啊、你？教练，我曾经什么呀你？你曾经跨过山河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呀、啊、你。没错，我曾经拥有着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唱歌呢你？这开快车被吊销驾照的人脑子都有病，看你这样就油离配合都有问题的人，你还开快车？你开让我看看。我真开一个。开呗，我这儿有副刹车呢。教练，我开的时候你最好别踩副刹车，会破坏极限状态的汽车平衡。你是什么人呢？五年来终于有人肯跟我说也可以开快车了。民用前驱车的起步需要在离合器的临界点把握左脚的力度，这样才能有更好的扎地。你到底什么人呢你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现场了。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了，啊，你就是一大傻。同学们，别来无恙啊！老王，听说因为收礼被学校给开除了。他很有脸，你还记得我吧？那年冬季长跑，我跑第一。第一。那年过年，我爸去给您送了一个索尼收音机。张扬，啊，那老师不能忘。哎，王老师，我爸送的是电视机。袁华还是这么一表人才的。老师，我送的是挂历。那老师想不起来了。老师不记仇啊！你们这一个一个的变化太大了，王老师。我是孟特，我现在叫孟特娇。来坐。其实对你们班的同学啊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夏洛。那二傻子现在干什么呢？来，二傻子，告诉老师你干什么呢？老师有口无心啊。我让你回座位了吗？把老师话当放屁，你是怎么做到的呀？不学校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听没听见呢？你穿的什么玩意儿流流气的？你校服呢？谁参加婚礼穿校服？参加谁婚礼啊？你妈妈又结婚了是吧？不学校，那谁呢？你跟谁俩犯驴呢？你妈不来也行，那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啊！把你这封情书啊，给同学们大声的、有感情的念念啊！亲爱的谁，谁是你亲爱的？你说说你啊！你无形中你伤害了多少人？你，啊，让同学们听一听，咱们班排名第二的大傻子是如何犯贱的。你还有脸笑啊？排第一你骄傲啊？我让你念，你听见没？哎，你，我，你敢打老师？滚蛋！
在我梦里，我他妈还能让你把我给欺负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废了啊，你前途没有了。干什么？跟我提前途？你天天给我们排名，这大傻子，这二傻子，我们就有前途了。我告诉你，即使将来我们成为废物，那也是你逼的。大傻叔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。夏洛，你怎么能打老师呢？刚才这事儿谁打的？王老师，你看我鞋好看不？同学们翻到142页，第三题 B 考题，头两年没考，今年肯定考啊！15分摆在这儿，爱背不背？怎么的，张扬？瞅你这表情，不信是不是？没老师。那老师跟你打个赌啊，咱们就赌个面包机。老师，我不懂这事儿，就这么定了。同学们做个证啊！报告。回去吧。同学们注意力集中啊，咱们接着说这个面包机的事儿，不是这个押题的事儿。怎么的，夏洛，你要加棒啊？我要换座。夏洛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俩事儿还没完呢，你别在这得寸进尺啊。马东没上课，老嗑瓜子儿，影响我学习。就你那学习还用影响啊？那还有下降空间吗？看看王老师，那我也想好好学习呀，谁也不想总拖班级后腿，是不是？那好，那你说说啊，你想换到哪去？我跟秋雅坐一桌也行。你那是奔着学习去的吗？我都不好意思点破你。那袁华怎么就能跟秋雅坐一桌？哎，你能跟人家袁华比啊？人家袁华年年三好学生，优秀干部啊。对，说到袁华同学啊，我要着重的表扬一下，就在昨天啊，袁华同学获得了全区作文比赛的一等奖，作文题目是我的区长父亲，掌声鼓励。那是，那是比学习呢吗？那是拼爹呢。你管人家比什么呢？啊，比不过你就老老实实在那坐着，反正你坐哪儿也是睡觉。那我想换个地儿睡。夏洛，你有完没完啊？学校是你家开的，你以为你是校长啊？想在哪儿睡在哪儿睡。王老师，你出来一下。上自习，马冬梅啊，你说你怎么也开始胡闹去了？你平心而论，老师还不够照顾你吗？老师收过你任何东西吗？你说你自己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？夏洛，那歌词是你自己写的吗？多亏你有个好语文老师啊，下周中小学生歌手比赛啊，不拿名次，别回头见我。干什么呢？滚！你他妈的干死他！只愿心中有着你，路遥长夜记忆中不舍。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有你。住手！刚才让你滚，你迷路了是吧？啊！啊！你还是我教过你啊！你别叫了，你教你这个了，你这是啥？你啥头发呀？啊！等一会儿。谢谢你，王老师。有事没事啊？没事，赶紧我回家啊！王老师，原来你这么能打呀、啊！那之前咱们俩那次，你怎么不还手啊？废话 ，I'm a teacher。其实我觉得王老师挺帅的。